笑人呢，出发吧 ，Oh my love， 跳下才可以接着一直跳，好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接着大家知道，你没有考虑过喜欢我。我现在就很喜欢你啊！你喜欢我，我记你一辈子啊！紧紧抱着你，哎呦，一生感恩哦！为什么要靠近？为什么要靠近你们两个？我们刚刚经过这个地方，它其实是2023年12月才开始的一个新的景点哦。是，它算是之前我们国防部后勤司令部的一个后勤单位了。现在等于提供给文创的人来去使用，哦，就是我们的中原文创园区，店家就会假日在这边办市集。哎，这个车是我们那个好朋友，老朋友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准备出发，就是觉得很爽。哎呦哦，现在这种自走来的不用打档，那个油门很软哦。哎呦，他们也有这种会飞起来的这种款式，好适合表演哦。对啊，自己就像我另外一个节目那个舞台车，弄一个 KTV 在上面，好像就可以表演起来。哎，就大家就唱起来了。哎，你们好 ，Hello，Hello。哦，好大一台哦。对啊，哇。雄壮威武，这其实不就是那种跑车的那种？对啊，一样的概念。对，哦，这叫半车，大客车的款。哎，会不会等一下就变形金刚真的就来了？Transformer！ 哎呦哇，这台要不要弄一台这个保姆车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气质。对，那感觉都不一样了呢。从车上下来就是大咖了，是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高贵哦。对，就确定了弄两台保姆车。好，我知道，里面有浴室、游泳池。我家的那个房子可能不够大，你家可能卖掉换两台这个。我不用，你的连，然后呢？讲话客气点，不用卖任何东西，好好就可以。哦，帅哥，我们以后出发要搭这个。OK， 真好。各式各样的车子啊，也有露营车，哇，这一步可厉害了。大哥你好，哇，这台车好像哎，对对对，你们今天是在做一些展示吗，还是什么？对，我们今年就是有一年一度国内最盛大的商用车的展示，因为他们车都很大，对啊，所以在这个文创园区了，真的再恰当不过了。因为这个文创园区当初也是联勤司令部的军需品的仓储，所以我们举办在这边也是呼应这个地点过往的辉煌历史。那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了好多不同的车款，像这一台。这是什么车啊？这是军用的救灾车。救灾车，对，所以车辆对于地形的要求，对车辆是非常严格的。所以它有空拍可以发现各种问题，就处理各种问题。是，这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车型的商用车，适合百工百业，甚至什么货物都可以载，食衣住行娱乐根本就是全包办的。这根本就可以说是我们的国民货车，对，没有错。所以扶手寓意汽车，我们就是好用又省钱，所以百工百业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又好用的车款，载货百搭，赚钱百搭，太大了。因为我们扶手也是有全台湾最多的直营商用车的服务据点，哦，有，对，让车主朋友都没有后顾之忧，放心的去开。现在全台湾现在有多少站？你们的站？全台湾大概。24个直营点，而且我们24小时的外勤的服务，哦，都有，不管在哪里有问题，我们都可以。就是电话一到，是紧急救难，对，是，对，车款也是最多元，符合各行业业种不同的需求，赞，坚固耐用，品质赞，省油耐操，寿命长，对的，哇塞，现在在讲我吗？对，我们今天有新的车款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请两位帅哥来去，好，我去看看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这么年轻，哎呀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董事长怎么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？对对，那好有荣幸哦。对，一般我们都是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今天算实话。对对对对，太难得了。但是我们觉得你们这个部队真的是雄壮威武啊，就包括你们的工作人员那种热忱，那种信心。我们是都很厉害，真的真的。他是我们的王牌，声线又好，人又长得帅，他好像我堂哥哦。哎，这件事困扰我很久，困扰你很久的。谢谢董事长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是是是，好，这个活动大成功。这
才算是新的新款吗？对，威廉，这一台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六系车，非常完美的一个低风阻的造型。就是我的学号啊，高中的学号。这么巧，6066。那你就注定成为最孝顺的大卡车司机。来喽，胖磊。哦，这个有点高度嘞哦。每个人都有安全带，听得到，我们要出发了，再见，笑人呢，出发吧。我们这个六级车辆，它安全的配备很先进，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更专注的在这个驾驶，都有那个前后左右的一个侦测，是，而且感觉它很有高度的视野感，对，居高临下，然后呢，所有的那个角度呢，你看这个镜子就有几面了。它这个六级车的设计，一切都是以安全为最高要求来做设计。有紧急状况，它也有紧急刹停，而且也有自动刹停了。对，如果说你注意力没有专注的话，而去有坐车道偏移的，哦，会有一样震动，它也会跟你警示。哦，而且小智，你看它这后面有做一个类似小卧铺的，其实可以睡一下，小躺一下。哇，这个床垫也讲究人体工学，让司机得到充分的休息。完全是用货车，要有一种心情，就是他如果好，才会有回头车啦，对，回头客才会继续来买嘛，因为他要让他们变成身材工具啊，虽然很高，而且呢马力十足，是，那我们觉得坐在里面很舒服，又很蛮稳的。等一下可以来去逛一下我们的园区哈，是，里面有我们顺义原住民博物馆的一个展览。哦。以前是后勤的，所以对啊，还有这么多仓库，虽然都是放一些装备哦。逃逸时光哦，这个。各位帅哥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各位跟你们好，欢迎来到这个空间。那首先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顺义企业呢，在台北市设立了两个艺术场馆，一个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，一个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美术分馆。我们原住民博物馆主要展的是原住民的文物，是。那我们每两年呢，会举办一次全国的学生的海报竞赛，是。那这边展出就是海报竞赛的得奖作品，所以这些海报的创作也都是原住民的朋友们，都是跟原住民有相关。OK。再来我们看一下对面这个展区，那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美术分馆。那我们这边主要展出的都是台湾的一些前辈画家的经典作品，我们主要挑选的都是一些以原住民作为主题的作品，因为我们今年刚好是我们博物馆的30周年，是。那我们希望呢有机会可以邀请顺哥跟威哥呢都可以到我们博物馆去，那让我们可以做更深入关于原住民文物的讲解。谢谢你，那欢迎你们继续慢慢看。好，太珍贵了，谢谢你哦，谢谢哦，谢谢伙伴，谢谢。哦，小公主你好。哦，琳琅满目哈。哎，你好。我们是十二兰市集，让我们其实在台湾各地有办市集，特别呢这次在中原文创这里呢，就是有做一个主题活动，叫做绿色生活节，是，然后就召集了很优良的手作，还有一些小农的商品。真的。这个品牌它是台湾在地的，它用那个库存啊瑕疵的牛仔布，然后把它再生，做成很多很坚韧呢。对对，你可以看起来就是一般我的牛仔布我都没有洗，对，我确认了，洗得很干净。我们这次的活动有跟桃园在地的青农合作，啊，进来，哦，笑脸，笑脸，哈，对，笑脸剪的彩，笑脸青农，这你笑脸哦，对呀，来问见个温室来给啦，要试试看吗？这是小黄瓜，这在全家哟，对呀，而且沾蜂蜜啊，对对，青农他结合这些年轻人，因为有些比较他避暑哦，他就不敢去展现他的才华，是，像这位同学已经半响了，我没有听到他呼吸的声音。你有帮忙种吗？他有帮忙卖，还有帮忙卖，对对对，好脆哦，对，好脆，你们可以到我们农场现采现吃，还有做市民农园，还可以来种，比较小条的帮我买一包，好好好好，吃这个赞。
，而且我没有像他这么漂亮。对，嗯，好可爱哦。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听到他呼吸的声音。这是他的神奇的功能。神奇的功能。请问是哪一个朝代的？明朝，这是宋朝的。怎么会有这么特别说有古装的一个扮相？因为我们受到就是蛇男子想邀请，然后我们就特地就是小一只汉服来这边做一个体验的活动。你会穿这样去逛街吗？会啊，而且这边旁边就是有那些展览，就是陶瓷的展览，其实穿汉服过去逛也很好看。你们辛苦了，继续努力。谢谢是，谢谢你们。这次是绿色生活节，如果是下次是台湾钢铁节，那就会有不同的厂商进来。这就是他们的厉害。对啊，刚刚我们执行长傻眼。对，刚刚钢铁节有一点硬啊。感谢我们执行长，谢谢。好，请来有机会再过来。谢谢，拜拜。这样可以吗？好。你们是假日才会来吗？对。自己有开店吗？还是在哪边跑？在金浦那边。OK， 谢谢。真的好热闹，有吃的，有玩的，有用的。这是我专门的，因为每个颜色代表一种能量，它的产地、它的硬度，对应我们顶轮到海底轮都有相应。哎，好好看哦。嗨。其实哎，你好，我也是很无暇哎，这很有 feel 哎，嗯，对，就很有台湾特色。是啊，这个哦，这是手作皂哦，颜色，你看这个多像一幅画，嗯，这个要有基本的一个艺术的一个结构，嗯，才有办法做出这么美丽的图案，真的。我念艺术跨域整合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不快哦。他是还有另外一个科系，就是专门叫做艺术腐烂整合。对，对，是主任吗？你好，是。每个星期假日，对，会有多少摊商来？差不多都会有30到40摊左右。嗯，然后除了一般的文创摊，也会有餐车，然后还有19栋的库房，我们先改建了前面的10栋。好酷的房子叫库房。库房，对。对对，它以前。那好帅的房子叫帅房。那对情侣笑到不可自己，这是我们节目的特色。我们就是来串联所有的情感的。嗯，对，我们很在乎情感面，所以过去的情感我们都会帮你挖出来。好，你要跟我们分享过去的情感。先暂时不用，不用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好。我们这一期的展览就是陶艺时光特展，除了是一些当代的装置作品，我们还1:1的还原了一个桃园在地的柴烧窑。哦，了解了解，那会有双人手拉胚的部分吗？双人手拉胚，就我们也会有对应。你现在是要来一个前后。Oh my love, my darling。你看，脸都红了。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，有没有？有一个要说实话哦。不，应该是不用了，应该是不用说实话吧。亲爱精神是。这个只要有当过兵的，看到这个呢，比方说前面就是大操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班长就看到了你们这一群散兵，他讲说：“亲爱进程有没有看到？左去右回，开始跑步的，那边是右边，这是右边，右边，脑袋进水了吗？是，从那边去，就左去右回，非常。”非常有头脑的，我回来了。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班兵啊，非常有头脑的，嗯，因为经常左去右回嘛，对，后来会右去左回，那就有人会坐在后面，他在整部队，结果呢，那班长就看到好像有少人的，就这样子，不对，不要动，就到后面去看有几个人坐在那里，这浮力艇跟交盾就跳不完，这两位都是终身案的，是终身案的，听到没有？终身案，你站，向右转。为什么要靠近？为什么要靠近我们两个？这个296以后的跑步走，跟着。哎呦，因为呢，凯哥跟我们鱼哥呢，
都是小顺的学弟，因为你知道宪兵哦，听到中正案就会自己立正。中正案是，对啊，我们的长官又回来了，主任回来，有没有把你吓到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个确实是我们园区的一个旧时的精神标的啊。对，是。那我们呢，随时跟您联系，有机会也要来这边展览一下。对对，好好，没问题。下次我就留个赖，留个赖，留个赖，到处要跟他留，到处要跟他入股。坏习惯，坏习惯。OK， 来再跳一下，跳一下才可以接一杯跳。所以我们才可以接下来大家知道啊，应该跳得还蛮好看的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我还有什么好看的？带大家去看就比较年轻的一些作品，在我们的三不要主任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休息。里面有冷气哦，好吧，要了要了要了。这边这个是谁的作品？这是林祖立老师的作品。对，林祖立老师他现在是就读台艺大，然后是研究生。那他这一系列作品都是用瓷土去做成的，然后塑造成就是用布料的柔软，然后跟陶瓷的坚硬去做一个对比。火烧的制成过程，像这么薄的物件，这很容易被毁掉的。它其实算是一种花器，只是用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式去呈现。感谢主任哦，谢谢你的介绍，谢谢谢谢。来到这个巷子里面有什么厉害的？我们常常我们两个人这个艺术的比拼无止境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，那个竞争太激烈了。那今天这个这是要比拼艺术感受吗？还是创作？对，因为它也牵涉到设计。Hello, Rita。你的眼神为什么这么迷蒙？就看到你啊，害羞了。说说你们的这家店的特色。我们店的特色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有独一无二的衣服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挑，怎么样做？看自己喜欢的款式跟颜色，像我们也小狗小猫的也有。哦，哎呦。短袖的话就是这边，那这里这种的话是套装，旁边的话就是单纯的上衣。我们也有像饮料杯带、袜子。那这个就是自己去烫印上去吗？我们会帮你们烫印，还有去做缝制。哦，我们现在衣服颜色都选好了，你就可以看配件。这边的话有我们的烫画区，然后像这种比较特别的，它是稍微有点突突的、发泡的，立体半立体感，包含这边也都是可以去做，可以烫上去或是缝上去这样子。对，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刺绣配件，墙面上也有一些胸针啊，还有毛绒配件。哦，也有袜子，袜子也有做哦，好酷哦！你看它这是算是非常的节能减碳，像它染到色了，它还是。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可能。嗯，我们小时候过年还穿学校制服嘞。像我们客人的话，他们还蛮喜欢选择英文字，像自己的名字，因为我怕我拼错。像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叫雀儿喜，雀儿喜，然后他也拼不太出来自己的英文，那结果他拼闽南语雀儿喜。那 Rita， 这个在中间。好，因为我最近肠胃不好，刚刚放了个屁。没。我哥快走。不能忍。这个是69块，然后这个是180。180。然后衣服的话是490。180加69，哎，75块，现在蛮划算的哈。因为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嘛，那我们就是会让客人自己 DIY， 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之后，会帮我描外框。哦，描框。那这个先帮你做。好，刚刚呼应你们了，但我一直想要用这个东西成为我自己一个座右铭。那你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个 wow， 那我就是常常都笑口常开。这位先生，哎，这个让我去放叫 M 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他是这叫嗡。然后我觉得他跟我家百香果长得有点像。好，然后我想要放在背后，成为我的背后里贴很紧的话吗？对，贴很紧最好，就会比较准一点。这够紧了，这样会近视啦。因为他跳街舞的会
就经常这样穿垮裤这样子。嗯，宽宽松松的 ，over size。因为他爸爸也是 over daddy 啊。他们聊得很随便，没关系啊。嗯，没关系。但我这个人不是很随便。我知道，我从小看你长大的，这是能说的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粉丝吗？你看，我感受一下。王子吗？不是，敖犬。你懂我？王子没有啦，我现在喜欢的是。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出道十八年来，遇到真正喜欢我的大概三四个。三四个吗？最普遍。我小时候还有去签售会呢。真的哦？对啊。哪一张？我忘记了。很小啦，我那时候很小。我们有共同的梦，这样子吗？我其实都很担心，说以前看我们节目都被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智商的发展。很明显，人家还是发展得很好，不会。现在绣的部分已经绣好了，那你现在是要热压？压过之后还会再帮你用缝的再固定加固一次。擦擦擦擦擦！哎呦，上去了吗？好快哦，酷哎！后面这个厉害了，这个是直接缝的，好有特色。四十九号，这永远不会撞衫的。然后49号，49要烫，来来，有点放歪，我不要直接。放过来，你看不出来我就是要歪的吗？哦，好，明明没有啦，最好帮我找正一点，差点就来不及了。人家是粉丝哎，他是王子的，先扫码一下。你没有考虑过喜欢我的部分？我现在就很喜欢你啊。你知道王子那一边哈，人数众多啊，你喜欢他，他不记得你；但你喜欢我，我记你一辈子啊。那你现在记得我了？我记得 Rita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很可爱哎，有弯哎，哇！再看我的喽，来来，我帮他弄，我帮他弄。哎哎哎，伊瑞塔说那个机器太烫，不能让你们，对啊，太危险，舍不得你受伤。那我就无所谓就对了。也是啊。有没有正的？到底有没有正？你是说他还是你？你到底正不正？好正哦！正，谢谢。这个要量一下才好。是，那我要帮忙吗？你说你要吹他吗？他是破坏王。来了来了，这样是不是很有个性？很有 feel， 很有 feel。好看，不错。来来来来，零元起标啊！来来，哎，啊我的你就没有。你的这个已经完成了。这是我帮我女儿做的，因为呢，她叫 Amber， 她跳街舞要穿大件，但是她这辈子不能吃到香菜，她以后吃面了干嘛会穿这一件去？好吧，蛮可爱，蛮可爱。谢谢 Rita， 谢谢，客气，谢谢所有工作人员，老板娘 Rita， 啊不是 Rita。越来越多人了，真的氛围超好。对，哇，什么都很看起来都很好吃。我们今天就要来吃一个，就是这种创意类的车轮饼。Hello， 老板你好。Hello， 哦，这么年轻的老板吗？你猜他那边里面那个包什么？哇，而且每一颗都好大颗。而且是一个立体状的咸酥鸡，是不是？对，包几只咸酥鸡，这是什么样的结合啊？这个包得进去吗？它就是会有开，会变开口状这样，所以要大口咬，它会喷浆哎。这个算是你们的招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口味的话有五种，每个期间都会推出限定的。今天有鲔鱼起司玉米，这个已经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对，现在最新的是珍珠奶茶。现在才几点？他也说已经没有了。是是。那你怎么当初会想说要做这个？你是自己发明的吗？对。那你这样做多久的时间了？在这边六年多了。你看，对啊，这个是不是我们 setting 的哦，来不及包给人家了。对啊，好想吃哦。对对对，太好奇。姐姐，你也可以点餐，没关系。你要什么？三个咸酥，你有吃过对不对？是好吃哦。常常来吃吗？他那个当然有多笃定吗？对啊。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眼神？真的，当然，三个够不够？这样够，这样就够了，对吗？赞。哇塞，哇塞，你那个是好烫，一卢比，这是一卢比，一卢比，一卢比，第一次呢要开箱，不，卢比，是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年代太久了，太久了，他们买的，你看，哎哎。
真的有哎，哎，其实这很费工哎，咸酥鸡你要另外炸过，然后再去。然后把它稍微静置起来之后再来做，然后你珍珠奶茶等于要煮一锅珍珠，那你怎么会想说当初要搞死自己？其实一开始只是觉得说翻桌率比较快，就是出的比较快，也是可以做比较多的。咸酥鸡的口味是我外婆传承下来给我妈妈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很好吃，我没有把它拿出来就是卖这样子。咸酥鸡的那个腌料也用那种中药材去腌呢，中药材的香味很赞。可能是我内心呢还是蛮传统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咸酥鸡在红豆饼里面。小树，你不会，你把它像是有点像韩式炸鸡，你看它的多汁有没有？啊有，有没有？真的有呢，你旁边啃一下，压一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它的肉汁从旁边炸，小心烫哦，因为其实蛮对味的。没有咬到鸡肉，再咬大块一点，多汁的那种感觉，它其实有点像是鸡腿肉的那种感觉。小树，你刚刚好像含到我手指，那不是鸡肉，那是我的手指头。你手指有这么长吗？哇，好吃好吃，好吃，而且它那个皮是非常酥的哦。嗯，那你这样子会不会备料很繁琐？真的很费工。嗯，对。其实我现在好像在泡温泉一样，人在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里面，就好像在北海道那只猴子，有没有？哎，很赞哎，而且真的好厚哦。来，泡菜起司的，而且你看他这么年轻，你现在几岁？32，20几岁就愿意这样子打拼。哎，有没有要可以排队？没关系，可以。对对对，你们刚刚要点菜的赶快来。哎，真的咸酥鸡要点哦，那你要点呢？是。小心烫哦！那你先咬一口，你先咬。我先试试，我先试试踹踹。海老鼠。嗯，你刚刚是不是骑重机，然后突然间转弯？嗯，是走韩式泡菜的那一种感觉。韩式泡菜会带一点甜，有没有？它那种韩式泡菜，它那种酸辣的那种感觉。一路比。更好，更好哈！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，它外表饼皮也烤得算焦香味，因为它如果吃冰淇淋那个脆皮啊，如果不够扎实的话，它感觉会全部散掉，因为它要装很满。我帮你弄起来哈，再把它吃掉。其实我是喜欢它的酥皮，酥皮哈，对不对？其实有时候也是，我比较喜欢烤那种脆脆的。等一下就看到那个名场面，有没有？看看这个，有炒面，哇，是不是？这个很有画面，而且很狂野，对，又是烟雾又是火。手法好厉害哦，灵活。还好，这个要练很久吧？就是练了一年多这样子。你看看，都已经妈妈熟了。这个是会有那个伤害，职业伤害。你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海陆家大，鱿鱼、虾子、猪肉。那你怎么会选要做福建炒面？有那么多种炒面，因为意大利面你比较舒服一点。因为之前的话，我是在高雄小港读书，我就吃到一种很特别的炒面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北部怎么没有？我就把它带过来，而且好香哦。你看它很有趣哦，一般是加料加进去，它是把料扣出来。对啊，为什么现在做的动作是？因为我们这样子呢，才会把那个料都摆在上面，好看。哦。那现在这样是一份吗？对，是超大份，是大份的。那你现在开多久时间了？筷子。我之前是从那个三峡北大那边，然后因为我后来才搬过来这边中原这边。哇，这个锅气好香哦！对，它有一个强大的锅气，等于是那种火爆炒过的那种感觉。啊，这种面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选用进口杏黄面，所以它
吃起来跟一般的面不一样，它对呀，咕噜咕噜这样子。而且你们调味，我觉得也是蛮刚好的，因为它微微中带一点点甜，但它不会太夸张，反而是那个咸香味比较明显。好吃好吃，那个锅具非常强大，大到有一点焦，带一点焦香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连那个猪肉是会有焦香味的，有感觉到你的用心，真的，你已经把焦香味炒成家乡味了。对，下次来这边就要找这个味道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哇哇哇哇，还有鸡腿嘞。哎，你也很特别。对，这个都是我妈妈每天早上现煮的。对，其实你说是妈妈每天早上煮？对。那你怎么会这样利用妈妈？妈妈 OK 吗？妈妈 OK， 她很喜欢被我利用。你跟你讲利用，互相使用。是，反正那个剥皮辣椒是有一点带那种硬鬼啊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那个香是陈皮香的，它的辣不会太强烈。对，它是反而是这个吃到里面的时候才开始有一点带辣一点辣，甘甜的感觉。哦，它这个好嫩哦，煮的时间就恰到好处，出来的那种口感很像是酥肥鸡肉的那种感觉，哦，好爽。它这种面体，它吃起来就是有点脆脆的，对啊，脆脆的那种口感。它又没有像说广东的那种捞面，捞面它是里面那个干的，有点硬啊，它有点硬脆，嗯，但这个又不会，嗯，它其实是 Q 到恰到好处。你再帮我炒一个没有豆芽的，没有，好，等一下就当我的晚餐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吃了觉得喜欢才会这样，才会追加，谢谢，不是因为我们很饿啊，是真的喜欢。那你学的时候怎么学？跟人家学的？学那个翻锅的技术，而且都一定要铁锅。哦哦，哇塞哇塞哇，真的是场面浩大，这就是他特意强调的那个锅气的来源。我的秘密都被你们学完，你们出去开怎么办？不会不会，这是真功夫的哇。大一家店，谢。哎，哦，这个汤也好喝，汤好喝，用那么多。这个是我们原本150就那么多了。OK， 标配有什么关系？标配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